早上刚起来，锄头就被几只小狗给围攻了，那边还有两只啊，不知道是不是流浪狗。大家好，我是瘦猴，现在还在银川啊，昨天又是在那么硕大的一个停车场里露营的，还是只有我一辆车啊。今天准备去吴中市，距离几十公里吧，去见一个网友。本来不喜欢见网友的，一般不认识的我都拒绝了。不过这一个是个帅哥，我们之前在拉萨有见过的，之前和九点我们在一起吃过饭，也算认识吧。所以说今天准备去吴中市，去在那里玩一玩。开车来到市区里面了，把车停在了这个路边。今天太阳有点晒。Hello。啊，是不是在拉萨胖了？我胖了吗？好像有一点。你还是那么胖，在这里吧。据点手抓，你吃米饭也吃米饭。行，哇，这个茶，它有那种盖碗的吗？然后我们喝这个方便一些。超级多，里面的调料。上吧。手抓肉，手抓肉这边的特色嘛。这个茶也是额外收费的，我不知道。这多少钱这一杯？10块。一杯茶10块。我说老板怎么那么舍得？就是你们，其实糖跟玫瑰酿出来的。糖，甜的像蜂蜜。甜的。直接加进去，加进去，这个更甜了。要不然挺好喝的这种茶。喝完了。现在我和开车，我们两个来到了吴中县的黄河楼，是吴中市，不好意思，我看前面有一个非常大的女娲项目，黄河母亲像，搞错了，从这里都能看得很清楚。带着锄头一起，这边天气比较晒，把它放车里就特别热，就带着它了。回去吧，回吧。枸杞啊，不用，我不喝着，我没泡茶习惯。放泡喝去吗？不用，我没泡过茶。我也不喝。好，下次有机会路上遇到，让我款待你。好呀，等我后面闲了，我跟你走河南。走吧，走，拜拜。拜拜。晚上咱就联系吧。好好。拜拜，偷。Thank you.
吃在吴中，住在吴中，所以说昨天我就没有走，然后今天我又来，我们两个准备一起去吃个早餐。好，问你两个问题啊，来吴中吃的话有什么好吃的或者特产呀？来吴中的话就可以吃手抓呀、羊杂，早上有早茶拉面，都是比较不错的。这些。玩的地方呢？玩的地方就像黄河楼呀。黄河楼没了。你这个问题太尴尬，哪有玩的地方？吃的羊杂碎，满满一碗的羊杂碎。这边我点了那么多，三个饼，10块钱买了一桶矿泉水，准备把这一桶水倒在这个桶里面，这里面已经没有了。10块钱是不包括桶的，只有水。老板，这水桶不一个品牌行吗？不行。不行啊，不行，必须要那个水桶。哎，对，他那个不是一品牌，那他俺们那个人家不收。